这里是新疆北部我吃土的地方，跟美容院老板娘两个人今天又去山上看房子了，啊，说明天还要去一趟，现在刚回来，来鼓励一下。下班了？来了。啊？跟老板娘一日游不在了。什么？跟老板娘一日游？嗯。哪什么一日游？你以为是去旅游啊？你去山上看房子呢？房子还没租下来，明天还要去一趟呢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装房子呢，看房子准备过冬呢。那行，我来弄呗。不用了，你跟老板娘合伙玩吧，我自己可以照的。这种脏活你也不用干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够了。这话你听起来在打我的脸呢。我来弄，我来弄。你不会弄？不，我这个也确实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你跟我说就知道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干，每年都我自己干的，我自己干。啊，这个就是每一年。这里面积累下来的一些煤炭灰是吧？嗯，都堵塞了都。这一年弄一次还是说几年弄一次呢？堵塞一个月一次。一个月一次啊？嗯。下雨以后再往上面上不去嘛？嗯。没盖好那个。嗯。上面就下一个时间漏下来。然后还没完呢，还没完。还没完。嗯。哦，这样敲几下它也会下来。掉更多，哦哟，太脏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你还是不要弄了，晚上真没法睡觉，这个灰太脏了，黑黑的。嗯，哎，这么多，刚才看到一些，看着管子是挺干净的，但实际上一敲，它这个灰全都粘在管子的四周，还敲了这么多出来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啊？炉子。拿这个炉子啊？哦，那这个应该很重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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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这么重，哎呀，就朝哪边？朝这边还是朝这边？这。不然我这样就没事了。哦。这个我还第一次见，这么会弄。那边。嗯。插进去。嗯，插进去嘛，我来插嘛。只要你教的对，我肯定会啊。这个插进去是吧？嗯。哎，插进去了。啊，使劲还有啥劲，差了使劲一点。嗯，啊，你也会这种的，我们也就这样的。嗯，可以了，没毛病，很好。啊，最后中间用这个铁丝绑住，把这个中间折断是吧？这样子就可以又过一个冬天了。每年的冬天就是这样。下一步要干嘛呢？上家火，路上加火，这是去年的煤。啊，去年煤还没用完。吃晚饭了没？我还没吃晚饭呢，这不知道你下班了，我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好，我把路上加完火以后，再给你做个火锅吃啊。今天晚上做火锅吃，嗯、这么好。嗯。这个是那个玉米的什么？哦，我也不知道叫玉米什么，这个要放进去是吧？嗯。啊。这个是很容易烧的。很容易点着。嗯，所以这样每年都我都没过来呢，这个。啊，还有这个作用，是第一次见。这个就这样。嗯。然后在这个烧了以后，再让我们放煤。嗯、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没想到一下子烧这么大。嗯，它这里面烧的火很大，用这个声音我近一点给你听一下，跟鼓风机一样啊。对，像鼓风机一样，我经常说，挺神奇的。完美，太舒服了！现在开始放鼓励的鼓风机。鼓励的鼓风机，啥都好，就是缺水这个毛病比较头疼啊。嗯。大冬天的，你想20多度，你说。这个嘛，可以当空调一样，可以取暖，它这个挺暖的，就是没有水，要有水的话就完美了。嗯，你声音很大，这就很神奇。哦，买的菜我汪大进来了。哎，李哥。啊。我今天带过来了天山野蘑菇。啊。
给你做过好多次。啊，你从来没吃过吧？对。酸奶，你可能不喜欢喝。就没有我不喜欢喝，除了尿里。可以可以，既然你不挑食，就挺好。你要哪天说就没有我不喜欢吃的东西，那就太好了。你想吃的东西都吃。能吃的东西哎呦，那你这个话说的，这个话说的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吃东西怎么能带上我呢？给我来一口，就一口啊！我看来就是越来越溜。你这不叫一口啊，你叫一海口。你一口顶我十口。看这个，嗯，这就是天山野蘑菇。因为非常贵了这个，所以在我卖了就这么一点点。很贵是吧？嗯，因为听这个名字嘛，天山还是野蘑菇，听这个名字就很贵，长得这么丑啊。哎呀，特别好吃。怎么会长得这么丑的？啊？对啊，这个是天山野蘑菇嘛，野的，长得臭就是越好吃啊，味道越鲜就是，越香就是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玩意这才烧了十分钟就热得不行，太热了。嗯，衣服脱掉嘛。哇、哦，你这衣服脱也不行啊。好多热的。对啊，我们热姐都热得冒汗，你这太热也不行啊，太热也受不了啊。那你们怎么控制它？就是说，就温度刚刚好呢，特别热的时候咋办呢？等一会儿啊，你看一下。啊。有秘密呢。有秘密，这才烧了十分钟，特别热，这个比空调管用多了。还省钱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煤也贵了，现在煤也贵，但怎么样算也比这个电费省钱嘛，是吧？嗯。啊。而且这个多功能嘛，你们那个住楼房的做饭、煤气全都在花钱的。嗯。这个呢，我们就取暖做饭。取暖做饭。烧水。烧水。啊，多功能的。多功能的，对。看、啊。嗯，这个是你太热的时间，它前面有一个口罩，嗯、把这个口罩盖上就不是那么太热的啊。如果你太冷了，就把这个打开，然后它这个火就大一些，火大了。你像你们那个酸奶啊，嗯，你们要是这样子吃不习惯，那种就是说太酸了吃不习惯，还有一种吃法我教你，就是用这个玫瑰花酱，它不是甜的吗？嗯，就放点进去。再把这个酸奶，因为这种是超酸的，你们没这样吃过是吧？没有。你们总认为好像这样子是有毒一样的，其实不是。这种超酸的酸奶跟它这种带有很香的玫瑰花味道的果酱放在一起，啊，这样吃，它就不那么酸了，它就有很浓的玫瑰花的香味和甜味。哦。你们好像就是。通过我对你们的观察，你们吃的方式啊就从来不变。哦，对，这个东西怎么吃就一辈子吃到底。嗯，对啊，从来没有说想过研究过啊、这个其实食物它有多种的这个组合方法的，就什么跟什么混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味道啊，这个跟那个又混在一起又成为新的味道，叫创意嘛。嗯，叫你多尝试，就是。是吧？嗯，不能说到老了活了一辈子，哎呦，想想年轻的时候，这也没尝试过，那也没尝试过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嗯，说的对。嗯、这样就好好吃。好，玫瑰酱来一勺。泡这个酸奶太好吃了，还没吃够。它这个是叫。玫瑰花果仁酱，这里面是有玫瑰花，有很多新疆的果仁，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。这样子搅拌好以后，这个特酸的酸奶也就不怎么酸了。我们的天山野蘑菇火锅也熟了，那就火锅熟了，开吃吗？你跟谁的火锅我抢？多功能鼓风机，嗯，那大嘛是吧？那我们有一个美味的火锅吃，嗯，全都是野蘑菇。
全山野蘑菇。你现在很香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山上野蘑菇呢，山上的人，就是比较生活条件有点穷的人，羊肉牛肉贵嘛，他们把这个代替在肉的作用，就做个饭吃了。因为你这个嚼嘴里面那个咬的时间就可以那个，我刚就想说肉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它有嚼劲，像羊肉一样。热死我了！哎呀，这个汤太好喝了，这是我第三碗。哥，您这二位是两个熊碗，我这一个大盆儿。我们让你随意嘛。吃饱了。关注，转发。把我这个洗衣机拉到窝子里面噻，拉到窝子里面，拉到窝子里面。你咋说？太贵了吗？这里。我结婚的时间才买的洗衣机，没有水就用不上。哎呀，搬来搬过，夏天来搬上院子里面，冬天来了就这边搬过来，就是。哎，每年都要这样子，夏天搬进去，冬天搬进来。哦，对了。前几天我都洗了个衣服，忘了在身上。前几天洗了。啊。没臭吗？还在没臭味。还在没臭味。大姐，全都是热胶的衣服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多功能的铁丝。又是多功能的。怎么样个多功能呢？除了晾衣服，还有什么功能？这个院子里面养的那个老鼠，他们做的一个大桥，这个。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个铁丝是多功能的啊。老鼠过的大桥。他把每天晚上出来这边吃的那个剩下的饭剩下的东西嘛。然后在他的娃娃在爬不来，就这样爬上来，然后再走到这个桥，就这样回家。是吧？他的家，他的家在那里，那个木箱子下面。吃核桃，特别爱吃核桃。这个还真不知道，老鼠爱吃核桃。我都去年那边放了这么一箱子，放的核桃，一晚上我看到那个核桃就是半箱子了。然后在一个晚上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声音，就地下那个掉的那个一种声音我都把。悄悄的不出来声音，就那样小偷一样，看了那个窗户这样看，哇，那个老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他的叔叔全都在，特别聪明。他们把那个桌子上面，把那个我的那个筐子里面打了一个空，怎么动，然后再把他们要下来，要下来就把一个人，地下在砍着呢。一个人专门负责在把那筐子里面的药倒，然后再把它扔在地下，然后地下的那个兄弟姐妹把它摇到，还有另外一个跟他们火车一样，就把我的那个核桃全都把它吃掉了。看出来特别聪明，配合他们了。这都是你的功劳，都是你养出来的。我现在撞下煤。你一天晚上加几次煤？两次，就现在一次，先睡觉，完了以后半夜还要起来加一次，每天都这样子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难怪你三十多岁头发白，然后有眼袋，太辛苦了，每天晚上起来两次。习惯了，现在。习惯了，但是人老得快嘛。没办法。是的，现在拿过来。哎呀，你给的吗？还是谁给的？给我的那鱼腥瘦倒很多，那鱼腥瘦倒很好的。那肯定是我给的呗。就是。难道是满满天安问题？我觉得不可能，他们只会给你什么？只会给你食物和钱。那我给你的是他们没有的。不一样的啊。海南分。
原来是这个印度人才弄的，印度人把手上这个上面，嗯，全都在包好纸。相当于涂指甲是吗？啊，对对。那个你们指甲又是可以那个啥的嘛，嗯，可以再去掉的嘛。可这个是自然，指甲长了以后再打，自然就慢慢就这样，差不多在一两个月才能自然出去的。啊，就是可以管一两个月。啊，对。你这个东西还没有毒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是。它植物弄成的嘛，是吧？对对，然后再倒个水，这个是这样浇花，就这样。放头发也可以呢，这个很累。夏天嘛，我们脚上都可以包上这个，然后穿个凉鞋好看嘛。现在开始包了。咱不是带货，跟大家说好，拍这个视频不是做广告，只是鼓励他们的一个传统。他们给指甲上颜色和给这个头发上颜色，都是用他们传统的海蜡植物粉啊涂的染的，并不是为了卖这个东西，我们不卖海蜡粉。就这样抹，然后在一晚上放、啊。就这样抹上去，用那个，用你刚才说那个包起来。塑料包吃，包起来。塑料膜包起来，包一个晚上。一晚上包完，早上起来、嗯、就红红、嗯、哇、啊、完美，然后再这样套进去、啊、哦，多方便，哎呀，聪明的狐狸。自己夸自己啊。嗯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是应该夸自己，聪明勤劳的狐狸。太完美，挺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啊、哦。这个也不叫简单，你要说这个简单还真的不简单。那个像我们汉族女孩子涂指甲油不是更简单？瓶子、哎、瓶盖一打开直接涂在指甲上、那个、你们这个 指甲油也有味儿呢，然后对、那个是有毒，一点不小心就那样、嗯、就那个嗯，指甲会、那个、会受伤、那个、会掉油漆一样就是掉下来呢。对对对、那个还有不上摸呢是吧？这个嘛就是、嗯、只是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要用一两个月，最传统然后安全，嗯啊，没有毒，没有味儿，对，但是并不简单、啊、很复杂。你觉得嗯，一二三胶带子，它是雅生给的胶带。现在人家雅生都不干快递员了，你还在用他的胶带，没办法。所以说雅生真是个好人呢、啊，好小伙子。嗯，那我们哪天有空还得跟他联系一下、嗯、啊，我也就这么想，都还没有请别人吃过饭。然后他上次跟我聊的时间、嗯、他也说我也没有爸爸，说好我也哦，他也没有爸爸。嗯，哦，那样说，他说哎呀姐姐，我也吃的苦多，你也吃的苦多，哎呀、哦、你也一个女人养一个家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、哦、嗯，我也吃的苦多什么什么，说好就哎呀，我也有点心疼。虽然是我条件不好，我还有就是，嗯，就心疼，就是条件很差的，就是，多，我也想多点帮忙。啊，就是，所以说哪天我们，比如说哪天吃个，我们下次做个什么大盘鸡，啊，再叫上他。上次我爸住院的时间，嗯。那病房里面、嗯、两个人都没有陪护，没人看，就是、嗯、天天在我给他们打个饭、嗯、接个开水。一个叔叔说哎呀，我家里面的女儿全都上班呢，没时间陪我说呢、嗯、还有一个呢，他送那个内地过来，就是这边打工的、嗯、哎呀，看上去他内地送这边过来打工，嗯，哎，确实不容易，他们租房子，嗯，还要花很多钱是吧，嗯，然后在我天天在大饭的时间给他们帮忙大饭。哎，你自己都这么苦，人家又不知道没看到，自己都这么苦还帮他们。他说哎呀，孤立妹妹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说哈，啊，哎呀不用谢，反正互相帮助嘛，说哈的，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。好意思啥呢？是谁从你来到我身边？嘿，哈。
觉得这还方便？嗯，你还有指甲又方便吗？五个指甲可以弄一个小时，你觉得方便？那肯定是指甲油方便了，虽然说不健康。哇，指甲油那味儿太大了。对，那个是不健康，但是方便确实方便嘛，是吧？那个是不干活的，只能在办公室里面做，那种搭个电脑的那种才合适。跟我这样天天在干那体力活的人，抹个指甲油也不合适吧？那边拖地扫地，然后在这边过来干个家务活的人，我抹个指甲油，人家都笑着呢，是吧？哦哟，这个女的咋了说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终于包好了。嘿，好看吧？挺好看的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这个东西有副作用吗？这个玩意儿，这玩意有副作用吗？马上变成神经病了。妖怪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挺好看的。今天我带过来你就是哈密缉毒主题公园，看一下我们的大桥。就这个缉毒公园啊，禁毒公园姐，哪有禁毒呢？那么大个啊，缉毒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缉毒，缉毒是个什么鬼？我都不知道。缉毒来这里的公园里的人都会笑，都会缉毒。哎呀，你上次没见过跟我年龄一样大的那个哈密瓜啊，带着那个就那个女的跟我一样年龄大，她以前是那个跟你一样年龄大，以前是那个啥广场那边啊，她那边站了啊。差不多在30年，站了30年，那边改成以后，再把它搬过来这边了。啊，我走近看一下。跟我一样大的。跟你年龄一样大是吧？啊、哈密瓜少女、啊，以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吧？啊、是吧？啊。啊，现在就是搬到这边来了。她的肩上是拿了一个哈密瓜，哈密瓜少女。请你欣赏哈密瓜。啊，咋了？花花世界少女，花花少女，花花少女。人家是花花少女，我这是，花草少女。漂亮，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？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树叶装起来呢？给羊吃。给羊吃的。喂牛。喂羊喂牛，哎，哦，你们这边的牛羊吃这个树叶的哈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长见识了。这个要是树叶多好呢。说，一会儿给你看一个维族老爷爷，一手拿着哈密瓜，旁边一筐子是核桃吗？还是红枣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不是，还怎么？我跟我同学来的时候，我被他给吓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快点拍上，我害怕呢，他跌了。热酒说的很对，他是一个应该是古代的一个摆摊儿卖瓜的，他这边对，对，下面写的是。甜枣香瓜，然后竖着大拇指，味道很棒。快点拍，妈妈拍，妈妈。那个青少年，嗯，你看他踩着一个滑板车，我握过他的手，来给你看看青少年。这边很冷，好像有点冻。啊，快点，很有意思哦。嗯，那挺有意思的。古代的老鼠。古代的老鼠。老鼠也有古代的，是不是？就这叶子是这样从往下面长的那什么？老树。什么树？这个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树。呀，我就这个。就是我懂你的意思，话到嘴巴口了都不知道叫什么、啊、是吧？对对 对, 对。都想不起来叫什么。柳树。柳树。这个是从哪里过来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天山。这是。这就是山上的水，对啊，一年四季都它这边，嗯，就会流是吧？一年四季都有，嗯，啊，这水很冰冷的，嗯，但是可以游泳，可以游泳，来来来，你表演一个，你下去游泳，我给你100块钱。水太浅了，水太浅了，我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应该不是柳树。这是我的小骆驼。你的小骆驼还是多功能的、啊、哪里可以骑过去啊，去哪里都是骑上我的小骆驼。小骆驼还有翅膀的。
还有翅膀的有麻呢。嗯。还有什么麻？白龙麻。哇，这个睡的声音特别舒服。嗯，挺好听的啊。就是夏天的感觉。这还有一个全新的健身场所，锻炼身体的。你这个老树长得奇形怪状，好漂亮啊。就是啊，没事多跟同学来这种地方，啊、又锻炼身体，又锻炼身心。你坐在哪儿了啊？这个都没有。姑娘还很纳闷，你坐在哪儿呢？因为他那个没有，热酒这边有。我把这有些东西咋玩呢？我不知道。来，我教你，你要玩。热酒一个一个教妈妈。这个是吧？嗯，这个你也不知道是吗？放这儿，嗯，自己屁股坐这儿，脚搁这儿，哦，热老师，那是我们的热老师，来，随便问，随便教，这个是中间坐的吗？中间坐的，这椅子吗？是吧？这个是这样搭脚弓的，啊，我还是坐着呢，哦，跟热老师多学学，这个就疼的。我知道自己头朝下脚睡觉的吗？妈妈最拿手的，看到床就要睡觉。什么嘛，就是头朝下脚朝上。姑娘，示范一个，看叶老师说的这个话你有没有懂。哎呀，你示范一下嘛。啊，啊，对的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两个人一块做的，听见没有？两个人一块做的。哎，不对，妈妈，妈妈来搭脚，脚搭上这个上面。一二三，这个是这么玩。嗯，这个叫骑马机。骑马机啊，我也长见识了，热酒很标准。再看一下我们鼓励，我在这儿搁那儿放屁呢，就跟骑马一样。你看啊，嗯、两个脚，你看、啊、这就是马的背，这就是一个马。嗯。啊，这就是那个马的那个扣子。嗯。你看啊，脚搭上面，然后呢，抓住马的那两个绳子，嗯，往前拉。他就走了，往后拉他就停了，惟妙惟肖。你看，这叫手把手教，解释又到位，是吧？给热老师点个赞。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跳的。一二三。对的，就这么玩的。你也会不会这样拉那个？我会。那个，你拉一下一看看。你这是考验我是吗？一般男人不会这个。一般男人不会，那我是不一般男人。哎，哈哈哈！我们看一下热酒，热酒来一遍，给妈妈打个样，别打脸呢，哎，这是拍视频呢，我在拍视频。翻车了，姑娘来，我来给你打个样。太难了，来吧，展示。一二三，打脸了。要还。完美。哇。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危险？这，你想到的危险。先迈这个脚，往前迈，对，啊对，那个脚再往前迈，对，啊，哎呀，有点害怕。有点害怕，让你下来。哎呀，别把您这个老腰给闪了。啊，明天的热食还要靠你了。那里面人家是个画家，教我画画呢。啊，这是个画家，不一定，也许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呢。画家两个大字儿，宝宝打脸呢。教我画画，你有这种专业天然无污染画家吗？啊，我是，还是一对一辅导，还不是线上辅导。这有个维吾尔姑娘和维吾尔大叔。哈密雅克西。哈密雅克西什么意思？哈密很好。哈密很好的意思，啊，他这个下面写的哈密雅克西，哈密很好的意思。
维吾尔小姐姐和你这个维吾尔小姐姐。哎，李哥啊，你把这边把我带过来，没给过碗瓢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带你过来见个人。见谁呀？见你不认识那个美容院老板娘。啊、就是开奔驰的那个阿姨。对。啊，这边开店了吗？他不是，昨天我们不是去西南乡的嘛，租房子。啊。他房子租下来了。今天要买一些装备嘛，锅碗瓢盆都买上，啊，我就没有跟你提前说，我怕你说不好意思去嘛，也先把它带过来。他今天在这边买一些厨具啊，所以我把它带过来，跟他一起去了今天。啊，我们也一起去是吧？对啊，你总得要多认识一些人嘛，就是，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我昨天晚上包的很拿份。哦，我还没注意，看一下。哇，确实漂亮啊，像吸血鬼一样。老板娘说她已经提前走了，我们决定自己过去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沿着天山脚下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走40公里。没关系啊，骆驼不咬人的呢。妈妈肯定现在提心吊胆。哎呀，她刚才尿了个半天还没尿完呢。这个骆驼是吗？古丽说她站在池塘上尿，我觉得不是，应该是在睡觉。她站着不动，他们站着不睡觉呢。他吓跑了，你回来吧。他病了。他病了是吗？搞得你是他妈妈似的。你是在他们那样站着，你吓没了。啊，你是骆驼是吗？嗯。你站着睡觉一个试试。骑骆驼的时间要他们这样等了以后，你才能上台。走，那你骑个给我看。走，我们骑骆驼。今天是热酒国庆节假期最后一天，因为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比较特殊。不然他们小朋友出这个哈密市只能在市里面玩，所以就之前的承诺说带他们两个去自驾游啊就不行了，这一天都待在家里面玩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上学了，所以今天带热酒出来最后玩一天，一点都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作业还没写。你最没喜欢的也这个我跟妈妈就帮不上你了。哎，我们的任务是带你玩得开心一点，而你的作业有没有写完那不是我们的事了。所以今天带古丽和热酒出来寻找骆驼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这里是天山脚下，这个乡叫西山乡。他们也聪明。嗯，他们在睡觉是吗？他们来了。啊，他害怕。我就很纳闷啊，这个骆驼这么强大，他怕人类。我们只要走近一点点，它就会全都会惊吓。啊，对，它这个应该是爸爸，这个是孩子，然后剩下的几个全在睡觉，估计是吧？对，他们是这样睡觉的，好搞笑。这个骆驼这么大，可他们耳朵小得很啊。对，所以很搞笑，长得这么强，这么大的骆驼，这么高大威猛，耳朵很小。尾巴也很短，这个啊，尾巴很短。他们的毛已经这个夏天的已经他们剪完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对，在尿，站着一动不动在尿呢。娃娃的牙齿很美，看到牙齿了吗？咬死我，很尖的那种。很尖。嗯，他看到我了。叫的。怎么叫？这样叫的吗？你这不一样嘛，比如说羊叫嘛。啊，从来没听他们叫过啊。哇，这两个骆驼长得好漂亮啊，高高大大壮壮的。哦，马，哦，二维码。所以现在骆驼都成为了这个保护动物。这个也说明是很胖的，所以是胖的，因为打翻出来的它那个。上面不是有两个那个？嗯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两个那个什么那个尖的那个？啊，驼峰。啊，就那个是吱吱的。嗯。是，说明是那个骆驼是胖胖的，属于胖的。就营养很好了。啊。
可以宰上吃。这是唯一一条天山脚下的路通往市区的，所以很长。我们从国道开始开进来到天山脚下，刚好显示的是40公里。确切算到这边50公里吗？今天要去这个天山乡山里面。有点冷，看另外那个空气就是。很好是吧？很好。空气吸进去是甜的，哇。春顺的。空气也就是那香甜的空气。嗯，这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刚才我们路上看到的就是保护野生动物。野生动物保护区。啊，野生动物保护区。嗯。啊，终于遇到了这个骆驼。以前就这个戈壁滩，见到的就是野兔呀。羚羊呀，什么什么的，现在一个都见不到，还运气好见到了骆驼，我可爱的骆驼。其他野生动物应该白天比较难见到，晚上多一些会。啊，天气冷了嘛，就这个戈壁滩，他们也躲着自己温暖的地方，找个房子，很温暖是吧？前面也有很多游客停下车，啊，跟骆驼合影。我们继续出发。好，我们又开了10公里，正式进入深山里面的卡拉卡伊提村。原本以为这条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原本以为是没有人的，结果这里有旅游大巴车，全是内地的游客过来的。沙棘。哪里？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真实的沙棘的，这叫沙棘树是吧？啊，好吧，我们先进去吧，杜总在里面等我们了。哎呀，山路18弯。开了40公里，应该说杜美女，终于进。刚刚一接这个美女。哎呀，小屁孩真的是把我盯得死死的。今天带着古尼热酒一起见一下杜总，我想的是早晚都得见面，晚见不如早见。女儿。像一家三口是吧？你好，姐姐好，嘴巴太甜了。啊，这也是我的小妹妹。咋说？可以简单的跟你吵一吵，说把炉子在车上摸。啊。我带的东西都差不多齐全了。那现在在。对啊，正好过来当翻译。是维吾尔小朋友，他爸妈不会说维语，但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。老师让我学的。老师让你们学的？哎，说得真好，我觉得你会。哦呀，真棒，厉害，棒棒的。是不老？我来好了一下。嗯，老老。啊，这里吃的挺好呢，不吃好。昨晚那个松萝卜。Sulan sulan mı? Ha. Peki de ağ koyuladı pardon. Aşağı koyda oturmasaydı. Bunun da oturmaz desem bu bize ne merak diye cübençem bizlere. Desem ne yapsam daha o kadar neyin dikisi de oturmaz değil. Ama otansa bunun da ne çıksa. Ben de şöyle gelir. Ah. Sen d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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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Sen 啊，行，去拿。李老师，你啊，去拿一下。啊。那我那个啥，把那个房租我微信你给他翻译，我去拿煤炉，古弟在这里当翻译。天哪，买了这么多，我过来拿这个煤炉，将这个农家乐乐主装起来。专门他们自己养那个牦牛呢。啊，他自己养牦牛。这边放就是养牦牛，啥时候？他这么打算的，他如果说我们如果不住他这个地方，他准备夏天做度假村，冬天养牦牛。他们自己养的牦牛也就是这边，草都不割嘛，就是。这草我明天来是把它铲掉，因为自己铲也铲不动，这个只能在那个用那个割。镰刀割嘛，对啊，割草。镰刀呢？那个机子才能割草机啊。就买那个镰刀，肯定不能用机器。镰刀。就那个，就铁铲子。铁锹。哦，你铁锹铲。嗯。你铲土铲出来也不好看啊。没事。好像他们自己也有工具呢。啊，对，他这应该都有工具的。这个你说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就用这个，对的，我说就是这种。这个吗？
啊，这种最接地气啊！这怎么铲、啊？农民就是用这种割草的，好不好？对对。啊，这不，哎，可以啊。啊，你这不挺像农民的吗？挺好。我本来就农民，我。人家是天然无污染的农民。天然无污染。上的汉语学校是吧？嗯。表达这么清楚。那这个里面我们要买大灯泡，大那个大的无影的。啊，对。啊，奶奶你按啊，嗯，把这个布要弄一个，开一个洞，开个洞，开个洞装烟囱，啊，这个农家乐的乐主，去把一个盘子，切个洞，白白系上了一个盘，没办法，为了生活嘛，要付出代价，不然我们没法做饭。设计的特别好啊，是吧？很漂亮吧？蒙古包。这个露天板窗下面还有流水，所以到时候明年我们夏天就可以过来这边烧烤。啊，这边也挺好的。我们自己带肉过来，啊，这边烧烤，上面很棒，全是他的，对啊，那上面也很漂亮。乐山大佛。你们几岁了？五岁半。啊。身高差别好大呀，身高与年龄差别也太大了。你觉得看上去是几岁吗？三四岁吧。差不多吧，看上去十三岁。五岁半。对啊，五岁半的小孩子正常身高没这么矮，很高了。有些孩子后长。啊。哎，我说的，那么什么子样的，我都在吃上到，中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可以，它这个水是山上流下来很干净的。牛的，牛的，这是就是自己喝嘛，就那边有那井了，那边接的水拿过来挺方便。房子里面，房子里面有井是吧？哪个房子？我们下面。对面吗？嗯。对面别人会。哪个房子？一个房子，安住房，安住房，就那个黄色的房子的。嗯。给他说，他能让我们接吗？别人会不会让我们接呢？他让我们接，可以可以。你问一下啊，可以啊。就自己喝嘛，就干净的喝嘛。啊、这个是万一外面的那个牛羊，对啊，喝完了就你也喝嘛。对，小马黄。这里是新疆北部，我提前吃雪的地方。今天10月8号，大雪。我小区已经成这样子了，昨天这边有地震，我的房子晚上有明显的晃动，所以现在一大早我赶紧去古丽家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哇、哦，冷死了，门开着，哎，干嘛，站着发呆？我想讲，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啊。今天下了大雪，啊，不停的在下，啊，把我院子里面的箱子全部打湿了。啊，院子里面箱子都全部打湿了。嗯。妈，你在吃什么东西啊？你也不蘸的什么东西啊？藿香酱。啊，绿颜色的，好漂亮，藿香酱是吧？嗯。看一下，啊，藿香酱。还这么的没卖掉，哈哈哈。你放心，我的一个网友买上一批，就是两天就没有了。啊，你也尝一下。嗯，我也尝一下。还有什么好吃的酱吗？这个藿香酱我感觉我吃不习惯。你先尝一下，这个味道也挺好的。那我吃一口吧。还有石榴花酱。嗯，石榴花酱。哎，这个藿香酱有点薄荷的味道啊。嗯，藿香酱就是薄荷做的。这样子的、啊，嗯，哎，我以为藿香是另外一种植物呢，挺好吃的。那个昨天晚上地震，你没感觉到？我那个房子都晃了一下。哦，我还是外面动了啥东西。哦，那你这个就是裂开的地方也打了，我觉得。对你这肯定是地震震的。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吗？没感觉。孩子今天上学吧，我们昨天晚上睡得早。哇，今天下雪。对啊，今天下很大雪。哎。走吧，外面很漂亮，走，我们两个出去走一下吧。嗯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先吃一口。
今天特别特别冷，看我们的棉花，新疆棉花全都是白白的，现在下雪它们全都冻了，太可惜了。今天的新疆棉被来得特别好，可惜今天下雪了，全都冻了。确实很开心啊，新疆棉花那么好，早早的一场雪把棉花。没关系，下雪也就是没关系，天气好了，热了就它还有晒干，还会恢复到它以前的样子。恢复到以前的快乐的样子。嗯，现在他们都懂了。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变成了大雪，谁都没想过怎么早早的就下个雪了。谁都没想过下个雪，你的眼睛都这么看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最可惜的就是我们那个农民种葡萄地的，种葡萄啊，葡萄就是冻了就没办法了。哦，葡萄冻死它就不甜了，就卖不掉。啊，对对。我们去看一下葡萄地还是什么样子的。就一冻就它的叶子光光秃秃，叶子都没有。哦，每一颗棉桃上面都裹了一层白白的雪。家隔壁的草地，看一下今天下的大雪，这草地的草的叶子全都冻了。不过呢，这家种桃的老板运气好，桃都摘完了，就是。哦，都摘完了。今天摘不了桃，全都在冻了，就没办法卖桃。冻了以后，它就不会生长了嘛，不生长的葡萄就不甜嘛。不行就卖不掉，是这样子吗？只能在晒干，新鲜的卖不掉，新鲜的就冻了嘛。就是太倒霉了。那他这个运气好啊。嗯。还有很多人种葡萄的都没有来得及摘完。这边呢是他们这个葡萄地就是路边上，他们这个葡萄摘完以后在路边上拿过去卖，这个路过的游客呀、本地人呀，就过的人就卖。所以在他们这边买的快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冻都不行了。刚才还下大雪，现在大雪停了，开始有点雨夹雪了。这个雨夹雪更冷。就今天最合适就是做个火锅，吃个羊肉汤。走，我们家里面做个羊肉汤。好，回家了。点赞。这里是新疆北部，我吃土的地方，脸没洗牙没刷，头没梳，这是最真实的我。古丽今天说头没梳，古丽今天说头没梳，这是最真实的我。古丽今天说要回黄天，问我要不要陪他一起去，我来看一下。在干啥？来了。哎，切糕刀了。我说你果酱卖不掉吧？还堆的越来越多了，又增加了一个切糕。营养果仁酱，它为什么叫营养果仁酱呢？你不说叫切糕吗？那就是。那和田人嘛，就是。有些东西就翻译过来就是错了，本来是这个切个切糕才能对的。他们翻译的问题，但这个实际上是切糕是吧？营养果仁酱，那这样子咋卖啊？那别人会说你骗的，明明我要的是切糕啊，你给我一个果仁酱啊。酱是有点那个细的，这个果仁呢就是弄的那种。那边都可以看出来，还有大象蜂蜜，看一下，骆驼刺蜂蜜，用骆驼刺做的，呵呵，有意思，没吃过的。这个呢，沙枣蜂蜜，卖的最多的哈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走了是吧？啊。你拿两瓶这个干嘛？老家拿过去卖掉。老家拿过去卖掉。老家有人要是吧？走吧。走。到了，还舍不得下车。
哎，今天周末比利又应该也在哈。嗯，我也在。好了，回娘家就提两桶切糕和果酱。专门做生意。比利，叫来新大姐。听到姐姐的声音才开门。叔叔，阿姨。来了。大米。打我。他自己把自己头发给剪了。哎，别别别动了，不是这样，别别别。自己剪头的。嗯，很开心。看一下，过来我看一下。我很累吧。嗯。比利又是穿得像个气球一样，没必要穿。今天回老家过来拿一些木材，我们的那个平房里面煤炭木材烧完了，老家这边房子要拆迁了。拆迁嘛，这些木材这些木炭以后没用是吧，就只能拿到哈密去利用。你爸妈用得上吗？用不上吗？房子拆迁以后，新房子那边是用不上这些木头。你的鸽子找我就移情别恋了。漂亮。哎，回来了鸽子。哎，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家。这么好的饮食他们不会来吗？你觉得？啊，估计说这么好的饮食。这个菜干了以后才有味道不一样。什么东西？喝豆腐。老家还有这么多木材，以前这个平房用得上，现在爸妈搬新家了用不上了，然后古丽的平房用得上，所以每次他用完了以后回老家来拿一些。我找个袋子。哎，你家里的羊呢？你不是本来这边还两只羊没卖的吗？姐姐不是姐姐也有羊的吗？他们一起养的。哦，跟姐姐家一起养。哎，姐姐家的羊我没见到过，他们家羊在哪里啊？我也没去过，反正在拼的。这个还有宝箱没拿过去啊？我知道，这还有个宝箱，为什么不拿过去啊？藏宝箱。嗯，藏宝箱。这个用它做。有没有传世之宝？哎，失望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桑葚干。桑葚干，桑葚干都放了半年了。能不能今天这能不能直接吃？可以啊。可以直接吃，你们拿着泡茶喝是吗？泡茶喝也行。哎，真的可以直接吃，甜的很甜。这个是一个一个树上摘过来的。嗯。医生说扔掉那家应该发现。他们家喝什么？嗯，两个孩子把核桃吃。这个克莱的多少？40块钱大包。嗯，真的什么呢？这么开心啊！捡了一袋吃的，这么开心。妈，这个不要吃。不是吃的。这个秘密。啊 ，OK OK。不要吃的。啊，不吃不吃。嗯，这两个鸽子真的是两口子。能过。嗯，这两个鸽子。不要吃的，这个妈要吃的。真的是两夫妻哦。形影不离。开心，他是好久没有见到人类了，开心。啊，他就是啊。对啊，你今天回来了吗？他打个招呼呢。对，打招呼，打招呼，鼓掌。可以把你们吃的时间到了。养了几年了。养了几年了，该下锅了。嗯，这多少年了，都成了古董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带回去用。啊，我爸妈用不了这。你爸妈用不了，你早去干嘛了？放在这里放了多少年了，都成古董了。我就可惜这些木头，这如果说用不完的话，到时候。不要吃，好妈妈给。OK 呢，不吃不吃不吃，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不吃不吃，这等会给哥哥吃啊。不要吃，这个好妈妈不的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明白。你要给哥哥吃呢，打开给哥哥吃。不要吃这个。嗯。妙的。
嗯 ，OK OK OK， 懂了，来给哥哥吃了。吃，这个吃。哪个吃？这个不要吃。哪个不要吃？这个。哪个可以吃？这个可以吃。可以吃。OK， 那给哥哥吃了。你不是说可以吃吗？叮叮叮你说可以吃，那给哥哥吃。这个吃。对啊，我吃这个。这个吃。啊。嗯。嗯，对。这个打开吃。对，这个打开吃啊。我就可惜这边木头那么多，到时候用不完怎么办？爸爸。啊？这个打开。妈妈不让打开。这个打开。嗯，好。不要这个秘密给。给哥哥打开吃了。